问曰：凡何何汤药，治诸草食虫兽，用水生树消杀之法则云何？答曰：凡草有根、茎、枝、叶、皮、骨、花、实，诸虫有毛、翅、皮、甲、头、足、尾、骨之属，有需烧炼炮制，生熟有定，亦如后法，顺方者服，逆之者殃。或虚皮去肉，或去皮虚肉，或虚根茎，或虚花实，根据方炼制，即令净洁，然后生合秤两，勿令参差，要有相生相杀，气力有强有弱，君臣相礼，左使相持，若不广通诸经，则不知有好有恶。或一字一义加减，不根据方分，使诸草食强弱相欺，入人腹中不能治病，更加斗争，草食相反，使人迷乱，利甚刀剑，若调和得所，虽未能治病，犹得安利五脏，于病无所增惧。立曰：诸经方用药，所有熬炼节度，皆矫铸之，今方则不然，于此篇具调之，更不凡方下别注也。凡药制则熬泡气，然后称之以充用，不得声称。凡用食药及玉，皆碎如米粒，免裹纳汤酒中，凡中乳等诸食，以玉垂水盐，三日三夜，漂炼物令极细。凡银屑，以水银合成泥，凡石赤泥团之，入火半日，乃熟可用，仍不得过之，不炼生入药，使人破心肝。凡瓢消，凡石烧令之尽，乃入丸散、芒消、瓢消，皆搅汤气纳之中，更上火两三沸，阳尽。凡汤中用丹砂、雄黄者，熟墨如粉，临服纳汤中，脚令调和服之。凡汤中用丸物，皆薄破、甘枣、栀子之类是也。用细合物，亦打碎山茱萸、五味子、蕊合、决明子之类是也。细花子物，正耳丸用之，玄附花、菊花、地夫子、葵子之类是也。米麦豆贝，亦丸用之，凡橘皮、无茱萸、蔬等，入汤不举。凡诸果食人，皆去煎及双人者，汤揉踏去皮，仍切之。用栀子者去皮，用蒲黄者汤盛下。凡麦门冬、生姜入汤，皆切三捣三角，取之，汤盛去子下之，煮五六沸，根据如生数，不可共药煮之，一法薄切用。凡麦门冬，皆微润，抽去心。凡麻黄，去节，先别煮两三沸，略去末，更一水如本数，乃纳于药，不尔令人烦。寸斩之，小草渠麦五分斩之，细心白钱三分斩之，高中细错也。凡牛、犀、石斛等，入汤酒拍碎用之。石斛入丸散者，先以针锤击打令碎，乃入酒，不尔捣不熟，入酒亦然。凡桂、浓蒲、杜仲、秦皮、木兰被，皆削去上虚软甲错，渠里有味者称之。茯苓、猪苓削去黑皮，牡丹、八戟天、远志、野葛等皆锤破去心。紫丸洗去土，曝干乃称之。蟹白、葱白、除青令尽。芒草、石楠、阴郁、泽兰剔取叶及嫩茎，去大枝、鬼臼、黄连皆除根毛，石尾是去毛，心宜去毛及心。属焦去闭口者及木，用大枣、乌梅皆去核，用鬼、
凡茯苓、芍药，补药虚白者，泻药虚赤者，凡菟丝子，暖汤淘汰去沙土、甘露，暖酒渍，经一宿，露出，铺微白捣之，不尽者更以酒渍，经三五日乃出，更晒，微干捣之，须臾吸尽，即易碎。凡用甘草、浓朴、枳实、石楠、阴郁、藜芦、皂荚之类皆治之，而枳实去瓤，藜芦去头，皂荚去皮子，凡用焦石，微熬令汗出，则有势力。凡汤丸散，用天雄、附子、乌头、乌喙、侧子，皆灰泡，令微拆，削去黑皮乃称之，为姜附汤极膏。酒中生用，一削去皮乃称之，枳李破作七八片，凡半夏，热汤洗去上滑，亦云石洗四破，乃称之，以入汤。若高酒丸散皆灰泡之，凡巴豆去皮心磨，熬令紫色，桃仁、杏仁、庭栗、胡麻、诸有之膏药，皆熬黄黑，别捣，令如膏，只是敏敏耳，乃以象成散，稍稍下就中，何言捣，令消散，乃复都以清卷之，须尽，又纳就中，根据法捣数百除也。汤膏中虽有生用者，并捣破，凡用麦、曲末、大豆黄卷、泽兰，无疑皆微炒，干七炒，令腌断，用乌梅入丸散者熬之，用熟艾者先炒细薄，和诸药捣，令细散，不可筛者，纳散中和之。凡用猪毛鱼齿牙蹄甲龟鳖淋漓等甲皮肉骨角筋鹿茸等皆治之，蛇蜕皮微治，凡用斑毛等猪虫皆去足翅，微熬，用桑飘烧中破制之，牡蛎熬，令黄色，姜蚕、蜂房微炒之。凡汤中用麝香、犀角、鹿角、羚羊角、牛黄、须末乳粉、淋服纳汤中搅，令调和服之。凡丸散用胶，先制，使通体肺起燥，乃可捣。有不肺处更治之，断下汤汁而用之。勿治猪汤中用阿胶，皆搅汤壁，纳之中更上火两三肺。令阳，凡用蜜，先火煎，略去末，令色微黄，则丸经久不坏，略知多少，随蜜经粗，遂至大稠，余丸弥加。凡丸中用辣，羊头少蜜中，脚条以合药。凡汤中用饴糖，皆汤成下，猪汤用酒者，皆临熟下之。凡药有饴丸者，饴散者，饴汤者，饴酒渍者，饴膏煎者，亦有饴物煎饴者，亦有不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为之。其不宜汤酒者，列之如下：朱砂熟入汤，雌黄云母羊，杞实入酒，矾石入酒，硫磺入酒，钟乳入酒，孔公蘖入酒，石入酒，银屑白萼铜镜鼻胡粉千丹卤咸入酒，断石入酒，离灰上石类一十七种，野葛、野狼毒、毒弓、鬼鹫、芒草槊入酒，巴豆、植竹入酒，皂荚入酒，君威入酒，危咸入酒，白鸡、母蒙、飞廉、蛇涎、战丝、心仪、石楠入酒，炼石虎杖入酒，丹子、虎掌、续根、杨桃入酒，麻薄、苦户、瓜地枳、李、野狼拔子入酒，云石槐子入酒，地夫子、蛇床子入酒，清香子、冲味子、王不流行西子、菟丝子入酒，上草木之类四十八种，
风子蜜蜡白马金狗阴雀卵鸡子雄雀伏翼鼠妇出击萤火 KT 江蚕蜈蚣蜥蜴斑毛岩青亭长蛇胆萌虫匪莲楼菇马刀者葵蛤蟆皮生鼠生龟入酒蜗牛猪鸟兽入酒。虫鱼高骨髓胆血屎逆上虫兽之类29种古称为有猪。两而无分明。今则以十属为一株，六株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此则神农之称也。吾人以二两为一两，隋人以三两为一两，今根据四分为一两称为定。方家凡云等分者，皆是丸散，随病轻重，所需多少，无定猪两，三种五种。皆悉分两同等耳。凡丸散云若干分两者，是品诸药宜多宜少之分两，非必止于若干之分两也。假令日服三方寸比，须差止，是三五两药耳。凡散药有云刀归者，十分方寸比之一，准如童子大也。方寸比者，作比正，方一寸。超散取不落为度，前鼻者以大钱上全超之，若云半前鼻者则是一钱超取一边耳，并用五铢钱也。前无鼻者今五铢钱边五字者以超之，亦令不落为度。一撮者四刀归也，十撮为一勺，两勺为一合，以药生分之者，胃药有虚实轻重不得用斤两，则以升平之，药升方作上径一寸，下径六分，深八分，纳散药，勿按一支，正耳为动令平调耳。今人分药不复用此，凡丸药，有云如细麻大者，即胡麻也，不必扁扁，但令较略大小相称耳，如鼠。素者亦然，以十六属为一大豆也。如麻子者，即金大麻子，准三细麻也。如胡豆者，金青斑豆也，以二大麻子准之。如小豆者，金赤小豆也，粒有大小，以三大麻子准之。如大豆者，以二小豆准之。如无童子者，以二大豆准之。一方寸比散，以密合得如梧桐子十丸为定。如蛋丸及鸡子黄者，以十梧桐子准之。凡方云八豆若干枚者，粒有大小，当先去心脾乃称之，以一分准十六枚。附子乌头若干枚者，去脾壁，以半两准一枚。枳实若干枚者，去瓤壁，以一分准二枚。橘皮一分准三枚。枣有大小，以三枚准一两。云干姜一类者，以半两为正。本草云一两为正。凡方云一升者，洗毕，称五两为正。焦一升，三两为正。吴茱萸一升，五两为正。菟丝子一升，九两为正。子一升，四两为正。蛇床子一升，三两半为正。地夫子一升，四两为正。此其不同也。云某字一升者，其子各有虚实轻重不可通以称准，皆取平升为正。凡方云贵一尺者，削去皮壁，重半两为正。甘草一尺者，重二两为正。云某草一树者，重三两为正。一把者，重二两为正。凡云蜜一斤者，有七合。猪膏一斤者，一升二合。凡汤酒膏药，旧方皆云橘者，未称蔽，导之如大豆，又使吹去细末。此于世书不允当。药有易碎难碎，多末少末，称两则不复均平。今皆细切之较略，令如橘者，乃得无末而片粒条合也。
凡云墨汁者为捣筛如法也。凡丸散先细切铺灶乃捣之。有各捣者，有何捣者，并随方所言，其润湿要如天门冬，甘地黄贝皆先切铺干，独捣令偏碎，更出细薄，铺干若直阴雨，可微火烘之，既造小亭冷乃捣之。凡湿药造皆大号，当先增分两，须得泻乃称之为正。其汤酒中不须如凡筛丸药，用重蜜卷令细于蜜丸即易熟，若筛散草药，用轻书卷于酒中服即不泥。其食药亦用细卷筛令如丸药者，凡筛丸散药毕，皆更合于旧中，以除捣之数百过，是其色里和同为佳。凡煮汤当取井滑水，即令净洁，升斗分量勿使多少，煮之调和，后火用心，亦如炼法。凡煮汤用微火令小沸，其水数根据方多少，大略二十两，要用水一斗煮取四升，以此为滤，皆搅去子而后酌量也。然则利汤欲生，少水而多取之者，胃病须快利，是以少水而多取之。补汤欲熟，多水而少取之者，胃病须补益，是以多水而少取之。好详视之，不得令水多少，汤熟用心布，两人以尺木搅之，成去浊，分在服。三服者，第二第三服以止腹，令密勿令泄气，欲服以铜器于热汤上暖之，勿令气中有水气。凡自药酒皆须切细，生卷待盛之，乃入酒密封，随寒暑日数，视其浓烈，便可露出，不必待至酒尽也。子可铺灶微捣，更自饮之，亦可散服。凡见中甚利诸补汤子，和两剂加水煮结，饮之一滴一剂新药，贫人当根据此用，皆应先铺令灶也。凡何膏先以苦酒子令焉加，不用多之，密腹勿泻，云食者粥食也。从金旦至明旦，亦有止一宿，煮膏当三上三下，以泄其药势，令药味得出，上之使咂咂肺，乃下之取肺尽，良久乃止。宁欲小生，其中有泄白者，以两头微焦黄为厚，有白芷附子者，亦令小黄色为度。诸房皆勿令精水，腊月者弥加，搅膏亦以心不搅之，若是可服之膏，膏子亦堪酒煮饮之，可磨之膏，膏子则宜以敷病上，此盖欲兼尽其药力故也。凡膏中有雄黄、朱砂贝，皆别捣细盐如面，须搅膏必乃头重，以物及搅至于凝强，勿使沉聚在下不调也。有水饮者，与凝膏中盐令消散，胡粉一耳。凡捣药法，烧香洒扫净洁，不得杂语喧呼，当使童子捣之，勿令细熟，处数可至千万，处过多未佳。凡和肾气属欲及诸大补五十大麝香丸、金牙散、大酒煎膏等，何时煎食，并勿令妇人、小儿、产母、丧孝、痼疾、六根不具足人及鸡犬六畜等见之。大忌切宜慎之。其续命汤、麻黄等诸小汤不在禁忌之限。比来田野下里家因事得药，随便施上故人捣合，非止诸不如法。至于石斛、菟丝子等难捣之药，废人功力，令作捣者饮煮稀道气之，
又为尘埃晦气入药中。罗筛粗恶随风飘扬，众口尝之，众鼻嗅之，药之精气一切都尽，与朽木不殊。又复服耳不能尽如法，服尽之后反加虚损，遂谤医者，处方不效。夫如此者，非医之咎，自缘发一慎物，宜熟思之。